吉安警分局接获可靠情资，说有十多名男女在寿丰乡一处独栋民宿里头开毒品轰趴，警方集结警力前往搜索查缉，当场就查获三级毒品还有研磨盘等相关证物，一举逮获十六名涉案人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警方手持盾牌直冲民宿，准备逮人，让还在睡梦中的毒虫当场傻眼，通通被压制在地。少年，趴下！脚趴好。控制住场面之后，警方开始展开搜索。除了在房间床头找到多包毒品之外，还发现另外有十二名的男女。这是花莲警方在五号一大早接获情资，表示寿丰乡一处民宿有人在开毒趴。早上七点多，趁人都还在睡梦当中，大动作派出二十名警力前往查缉，当场在民宿内查获三级毒品，还有研磨盘等相关证物，一举逮获十六名的涉案人。我们随即集结侦查队及线上警力共二十名员警前往搜索查缉，当场在民宿内查获三级毒品 36.16 公克、毒品咖啡包 6.56 公克、毒品研磨盘等相关证物，现场带回11男5女共16名涉案人材料送验，其中谢姓等4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。我们前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，另针对适用毒品不当群聚部分一并函报花莲卫生局裁罚。随着疫情趋缓，旅游市场逐渐回温，没想到居然有人从南部跑到花莲开毒趴，实在是太嚣张。警方表示会加强旅宿业的稽查工作，不让毒品猖獗。谢徐丽琴，寿丰乡报道。